The Luoshan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28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15th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. 菲律宾晋江市罗山中学校友会举行庆祝成立 28周年暨第15届理事会职员就职典礼。 2024年10月6号晚， 菲律宾晋江市罗山中学校友会假作世纪海鲜酒家隆重举行庆祝成立28周年暨第15届理事会职员就职典礼，非华友好团体代表嘉宾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。 会长陈清真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，他表示为了更好地拓展会务，促进校友间的互动，校友们同心协力为购置会所助力捐资，相信在新届会长陈清杰的带领下，全体校友通力合作，同心同德，共同谱写校友会更灿烂的新篇章，校友会会务也必将更加明媚灿烂。 菲律宾晋江市罗山新塘陵园各乡联合会理事长柯志超担任监事员，见证应信移交并训会。新届会长陈清杰在致辞中表示，自己承蒙校友们的厚爱，推选为新届会长，深知责任重大，同时感谢各位校友的慷慨解囊，促成校友会购置会所的愿望。 希望全体校友一如既往地配合和支持校友会开展各项有意义的活动，使校友会会务能够继续顺利向前开展。非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、吕非梧桐同乡会名誉理事长陈炳清担任大会主讲人，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士担任主理贵宾致辞，非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永明。 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侯世炼、吕非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洪山义、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副理事长蔡振作、母校晋江市罗山中学书记黄培开、晋江市罗山陵园新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陈培兴、晋江市罗山街道梧桐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华伟等先后致辞。 期间，致赠纪念盾牌与名誉会长陈清真、监事员柯志超、主讲人陈炳清、主理贵宾施东方博士，然后与家乡及香港庆贺团附赠纪念品。随后颁赠明谢牌匾和荣誉证书，以任兼罗山中学学生宿舍的校友和乡贤。 并致赠盾牌与凯旋该会会所的校友和乡贤。接下来，该会捐献校友联舞蹈团活动金，然后新届会长陈清杰捐献伤总华生流失补助金、非华各界联合会福利金、菲律宾中国商会福利金、吕非各校友会联合会发展基金。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福利金、菲律宾晋江市罗山新塘陵园各乡联合会福利金，以及吕非梧桐同乡会福利金。副会长陈清发致谢词，副会长王清玉介绍主宾席宾主，副会长李丽英介绍主讲人，秘书长柯志强和非中电视台主持人陈静怡担任大会司仪。典礼仪式之后进行了聚餐。 祝酒、抽奖以及余兴节目表演。China 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